我想知道你的偶像是谁？飞轮海。对，小的时候确实特别喜欢飞轮海。小的时候听你的歌长大。我姐姐买过飞轮海第一张写真，看你们电视剧长大的。我小时候，好，没事没事，别说了。好，我是说 NBA 的偶像，韦德。哦。国家队。